在15分钟内吃完一个7公斤的冰，那你这整单就全部免费，这超级的简单，特别去台北跟大胃王学的，看起来相当好吃，太多汁了。哦，看一下好吃哦，比方一点一滴而已啊。我分4.47。拜拜，没付钱，没付钱，好奇怪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Dinner Lin， 又回到我们客家学生系列。我们今天要去吃免费的米其林一星王品普的新加坡菜。那今天为什么来吃这个呢？因为其实现在王品他们旗下推出非常多活动，就包括了我之前拍过穿泳衣会有一折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吃王品一折。各大品牌都推出一个活动，你只要穿着泳衣或泳裤，不管男生女生进来用餐就直接打一折。那个大家还没看可以去看一下、IG 那边也200多万观看了，非常夸张，大家很有兴趣参加。结果现在王品的旗下中餐厅享鸭啊、莆田啊还有丰和，他们推出一个活动，就是你只要吃完6人套餐之后，在15分钟内吃完一个7公斤的冰，那你这整单就全部免费，我们就等于6个人就通通免费。可是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这个很难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，这超级的简单，我们已经帮大家测试过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教大家我们的一些小技巧。然后在这个技巧之前呢，我们先问一下战力评估，对战力怎么样？来，第一个刘真，来，你可以吃几个大麦克？三个大麦克，来，你可以吃几个大麦克？我不吃大麦克，但我有吃3个金牙吉的吧？好，来，你吃几个？至少六个，1.5个大麦克，1.5个大麦克，那怎？那你等一下怎么样付钱呢？那加起来有几个大麦克啊？13.5，你自己可以吃几个？我可以吃4个大麦克，17.5，来，你可以吃几个大麦克？19个大麦克，所以我们这边6个人合计可以吃19个大麦克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弱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等一下马上教一下我们上礼拜去享鸭，我们4分钟半把一个7公斤的冰吃完的秘密。这是跟是因为有好几个大麦克，对，这是特别去台北跟大胃王学的，杰克开司跟吃饭兄弟。就是我们在吃冰之前呢，先跟店家要2大壶热水，之后还有非常大的碗工先加好热水，所以你把冰摇进去的时候它就融化，直接喝掉，所以我那时候吃进去是等于常温，完全没有冰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来测试一下这个方法在莆田有没有管用。哎，莆田我也吃过，超级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去吃吧，走。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6人套餐有什么东西，我快速讲一下就好，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。他6人套餐原价是多少？4490，里面有13道菜可以选。可是其实老实说，我们那时候吃享鸭也是13道菜，可是真的没有很饱啊。那时候吃完享鸭大概几分饱？三分而已，对，连三分都不到。因为其实那都是一些也没有什么主食嘛，所以我是预计我们等一下吃完这个莆田的6人套餐之后，应该也是5分饱。6人套餐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是有一个汤，那个肉骨茶汤真的很好吃，还有一个什么芋头的那个鸭也蛮好吃。我们等一下就要1道1道吃给大家看一下。它、这是算前菜吗？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海带。看起来蛮奇怪的。没有，非常好吃。好吃哦。那软软烂烂的。很好吃啊。大家其实都要配蚵仔，你知道吗？都要配蚵仔？为什么要配蚵仔？为什么配蚵仔？配生蚵仔吃很爽。你在哪里吃到的？我家。哦，你家？不知道南投人哪有蚵仔，你少骗我。我在吃这个是叫什么？荷叶包。荷叶包。他说长得像荷叶，我觉得没有啦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。可是它其实像挂包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还不错，因为它的挂包蛮脆的。这叫一包啊？大家都叫挂包啊。哎、欸，它这是皮是用炸的。我吃起来像炸。挺不错，是不是？那水果比冰还多，还比水果多？不要紧张。你很胖？没有。很胖？没有。曾同学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吃这个冰啊，原价是8888，所以如果我们挑战失败的话，是要付多少钱？4800再加上8888，4490再加888，就再加1000，快到6000了。对，其实快到6000，所以如果我们失败的话，是要付6000的代价。你有信心吗？我觉得一定可以啊，大家努力一点。你只有讲很心虚啊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我对自己有，但对你们，我已经准备好要拿钱包了。多跟大家补充一下，这个是假日限定，6日之后每天好像只有1组，所以大家赶快打电话订到8月底。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金丝麦片虾，有麦片的味道，它上面真的放那种麦片的，就是碎碎的麦片，然后那是金丝嘛，不用剥，不用剥，炸的东西，它直接炸好，有麦片的奶香，很好吃耶，它完全不用剥壳，它壳咬咬得很脆，满满麦片味道，好吃，这可以点啊，这个推荐，它是写推的啊，还不错，我自己这样子，那这样很好，这样是对的，这是辣的超脆。很好吃，水莲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菜。所以我们刚才吃这样吃了几道？1道，还有8道。其实我现在差不多2层或3层，你应该差不多吧？我0。你这最好。这里。
然后先吃原味，之后再沾酱嘛。嗯，美丽鸡肉。对。原味怎么样？那种芋头泥蛋饼的感觉。它是芋香，它叫芋香鸭。它就是上面有，里面有包芋头之后，有鸭有太亮了。它里面有一丝一丝的鸭肉味。鸭肉味没有到很重，主要是芋泥味比较重。哎，蛮脆的。这个汤必点。芝麻蛋，那真的很好，这个饭也蛮好吃的。荔枝肉，这是这个荔枝啊，那有剥掉吃的。哦，怎么样？高中营养午餐的回忆直接回来了。人家米其林一星，你说高中营养午餐了？要被骂，要被骂了。是好吃的啊，是好吃的。管它几个已经好吃，就是好吃，对对对。哦，好吃，它很酸酸甜甜的，但荔枝的香味很够。而且重点是这个焖饭，那相对来说我吃最多。你说这个饭里面有很多蚵仔吗？这海带焖饭是我觉得里面最好吃的，应该说那个汤啦，它汤最好喝，海带焖饭第二。哎，它里面的海带好像，人家外面的好市多那个什么卖的那种海带酥加进去的感觉，哎，里面有一些蚵仔，对，吃起来味道很足啊，有海味跟海带的鲜味。现在包一下这个烧腩排，看起来相当好吃，太多汁了，哇！整只手都是。可以把肥肉哦，哎，好吃哦！可是这你已经不敢吃，这肥肉蛮久的，现在整个爆汁了。它不是那种传统的猪腩肉，它带点新加坡的酸感，还蛮好吃的。都吃不完就这样，大不了付钱。对，我清领完钱。领完钱。琥珀脆皮，琥珀脆皮鸡吃一下。嗯。它是真的脆的吗？皮很脆，然后很有味道。看它就觉得，看它就看它，看它就看它，正好对。我觉得这蛮好吃的。不然像我妈一般菜市场买那种，我吃了一块不想再吃了，那块腻啊。哎，你要小心。有点像那种玩龟吃面那个炸蔬菜，口感吃起来。这是紫菜海带，这么当时的。这么好吃，可是会腻。他把海带包在这个牡蛎里面。紫菜。很脆啊。对，是很鲜，可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油，比较会吃腻，因为它也没有到那么咸。嗯，那这边有一个海，有一个，一个男生要吃多少？你肉骨茶没喝？好看，肉骨茶最顶的，最顶的肉骨茶。你敢直接吃肉骨茶里面蒜头？不敢，我非常爱蒜头的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你看这个软骨肉嘛，之后还有整颗蒜头，其实挺不错的。这个是真的必点。你喝两碗了？对啊。哦，它黑胡椒味非常浓。汤汁比较有焦点、对，那汤吃进去的时候嘴巴黏黏的，因为它把那个软骨炖到烂掉，可是它的蒜头缺点就没有剥皮，它有蒜头的皮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战力统计一下，我们刚才全部菜都吃完了嘛，就只剩那个甜点的那个莲子汤没有吃，现在差不多其实吃完了，就剩一点点了。现在我们统计一下战力怎么样，来 ，Tony 先说，我可以再吃一个半的金牙鸡腿堡，我应该可以再吃四个半的大麦克，四个半，一个吧，一个。你几个大麦克？不能了，不能哇！我不想吃大麦克了，我可以再吃大碗公叉饼。我自己差不多，其实我有七分饱，我差不多再吃两个，我得再吃两个大麦克。想看那时候吃完差不多五分饱。等一下再上门，对，再一下下好了，十分钟左右。好 ，OK。我们现在把全部的东西把它吃完了，一定可以了，对吧？汤也要喝掉，汤也喝啊。先散步一下。你在干嘛？我在为等等的比赛做准备。好 ，OK， 你赶快跑吧，你再跑一下。其实我说实话，现在是有点饱了。还有十圈，还有十圈啊！参加给我们这个 bling 王家免赛活动证明系统，就是要我们看规则。对，有点类似生死状，然后要签名跟联络电话，要先把内用的东西吃完，然后十五分钟内把巨无霸冰品吃完。如果没吃完，就要付当天的费用加冰品的888元。他说使用过多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，甚至留下永久后遗症或危害生命安全。那这么恐怖哦？对，他讲的好像很恐怖。我就要跟大家汇报一下状况。现在我六个人，只剩我们两个而已。现在大家都跑去，现在都怯场了。现在都跑一块去散步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反正我觉得他们散完步回来应该没什么屁用。对，他们应该已经没战力了。这是马来糕，要把它吃掉。太好了。你要多钱？啊，那个可以跟你要两壶热水。热水吗？对，大壶热水。啊，这还有六个大的碗工。最大就只有这个。好，可以。好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我觉得我们要有压力，我们要把自己限定在吃的，才不会有意外，你知道
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十分钟的挑战，你知道吗？本人以审慎评估此身体健康状况。来，你们身体都健康吗？确认。确定好。确认你们没有隐瞒。脱了吗？拿剪刀。摸一下看够这样的汤香。好，谢谢狗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前面一开始开场提到的一些小妙招，对，刚才去跟那些夫人要了三大壶热水，这都是最热的那种。还有一个最重要，就是这个大碗工，先倒水进去，再挖冰进来，所以冰基本上会变融化，融化直接喝掉就好了。还有这样，这个水杯啦，水杯拿来装热水，因为有时候你吃到那个牙齿或者是嘴巴太冰的时候，喝一口热水刚好。大家冰摇完了是不是堆起来了？那堆起来之后，我们用这个大杯子先盛到热水到这边，盛完之后你就开始倒就好，不够的人才来这里补水。啊，水果的话就尽量赶快吃吧。先吃水果，不要咬起来吃冰。冰就用喝，好，冰就用喝，因为咬起来吃冰，你的嘴巴还冰 ，OK 哦，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对，作战策略，那你们出去跑步跑完应该 OK 吧？没有，大声点，这他要吃的，五分钟吃完就完，没有啦。好，真的来了，好来，谢谢，听起来还好。椰奶糖浆，椰奶糖浆，对，嗯，啊，这是有橘子之后还有什么？西瓜，这西瓜，荔枝，凤梨，跟橘子，哦，这橘子。我们先准备一下，我告诉你量也不要倒太多，因为你如果倒太多，是不是增加水量了？铺底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先把每个碗里面先倒好热水，杯子也倒好热水。对，你开始要按，啊，你要跟他一起哦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快成。毕竟我有点慢，其实蛮少的。这个哎，这一间的冰是比较偏雪花冰的。我们刚才吃响鸭，对，就响。我们刚才雪花冰，响鸭是串，我们刚才吃响鸭串。因为你们蛮好吃的。加油！先吃水果，先吃水果再吃冰。太冰界倒了，加热水。那些不用，不要，这样还是要吃别的。我觉得两应该三分钟吃完。冰，那个水最后再一次喝掉就好。先吃掉，我都没吃到，我吃一下。橘子其实蛮甜的，可是有些西瓜就不是它。这是太简单了吧？因为你知道荔枝吗？你先吃完再说。你先吃完再说吧。你再加多点热水，你热水加太少了，兄弟们。我们来帮你喝就好了，你先让它融化。刚刚忘记跟大家补充，我们是这间店第一个吗？对，第一组。可以了吧？来吧，就这么吃哦，就吃完。我们现在已经快过五分钟了。那芒果好好吃哦。对啊，蛮好吃。那芒果冰是真的很实用。就分担一下，那没啥，那等下啥？等下啥就？不知道，要不帮你试一下？我怕你不行。你喝一些。哎，不要！啊，那芒果不行，这很出事。对，你就芒果。那芒果，它芒果没有不行，有一点芒果也不行。我们明天还要再来一次。明天没有。对，明天还要再来一次。我觉得再来一盘也没问题。要帮你吗，杨秀文？没有，就每个人分一点。不要一点一滴而已啊。OK。五分。暂停。四七吧。五分四七。关智也要拍张。恭喜。哦。厉害哦。小 case 啊。拍张。可以。今天很猛。我完全很猛啦，你因为我讲的。你今天吃超快。
天花算五分四十七吧。另外一个女生，她只吃一碗，我们大家都吃两碗。诀窍就是像你刚才吃碗很嫩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热水加不够多，你要先搅一搅，让它全部完全没有冰的状态，就是零度C的时候，水跟冰共存的是零度。你先吃碗水果，它自动冰就变水，最后再用一次喝掉就好。我们今天吃饭是没有付钱的，这样感觉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其实不会，就习惯了。没付钱，没付钱，好奇怪啊，好奇怪，我这不太熟悉，不太熟悉。这其实你已经两次了，这第二次，所以我们已经吃霸王餐，熟悉，两次成功了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，来挑战看看。我们刚刚在吃的时候，我就去柜台问明天还有没有位置，哎，有。所以我们明天要还要再来一次，连两天。对，因为其实真的不难啊，只是我现在水，就是水全部在这边，就是快要炸掉了。我们刚刚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没有加热水吃完，你们觉得吃得完吗？应该是不行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头会痛到炸掉。我就吃得完，但是头会痛到炸掉，大概要吃到14分钟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看到这更多这种客家学生系列影片，记得继续订阅我们，然后追踪他们的大家的 IG 好不好？追踪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